什么颜色？我就穿这个吗？不是春天到了呀，穿裤子影响我过春天吗？最讨厌粉色，粉色的甜品你不吃得很嗨吗？我从来不吃粉色，你说的不吃粉色啊。春天不就是粉粉绿绿的才应景吗？樱花是来不及买了，把这小子爱的曲奇做个樱花款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抵住诱惑。加几滴红丝绒液团吧团吧，这是粉色的面团了，现在是不是有点像在包饺子？其实我是要把它们都压扁。哎，怎么裂开了？不是吧，前面好像忘了加蛋清了。重新来吧，蛋清只能打发后再捏进去补救了。我寻思应该能行，果然下次一定长记性，因为捏球挺累的，终于可以捏花了。看到成品的瞬间就有樱花飘落那感觉了。入口香8分钟记得盖个锡纸防止烤黑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酥香味美，爽不了樱花这个可以填补了呀，现在就拿去试试还能不能抵住诱惑。哇，好香的曲奇啊。真香。哎，不是粉色粉色真好。哎呦我的妈，真香。哎，这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我就能过来的。你不是人。那妈就给你做个高级的土豆泥吧。真不是因为我土豆买多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土豆，紫土豆她没见过吧？真熟的土豆扒皮可比削皮简单多了，土豆戳烂可才是第一步，这个细度显然不够，再过遍筛就细腻多了。不过这个过程着实有点费力气，紫色明显口感上更粘稠。这还不算完，调味才是重点，黄油奶油充分搅拌均匀，牛奶少量多次的加入，每次都充分搅拌均匀再加，最后成着丝般细腻的样子就好了。最后点缀点欧芹碎，妙不可言。那紫色就做成甜口吧，现在就淋上蓝莓酱。绝了。来来来，赶紧吃吧。呜呼。哎，我戒指哪去了？哎呀，那这下好了，正好一举两得啊。这不是我换的那个。体力不行啊，林妹妹。妈妈，我真的不行了，真的需要能量。到货了，到货了，来真及时。儿子现在肯定是需要瞬间补充体力，显然光巧克力是不能满足的，我得给他来个超级能量棒。这个第一层是个花生酱牛轧糖，做法我已经很熟悉了，棉花糖融化加奶粉搅拌均匀，铺到模具里定个形，然后拿冰箱冷藏。第二层是个坚果层，首先得用牛奶焦糖熬个糖浆，煮到冒泡，把坚果倒进去，搅拌均匀，再铺到第一层上，再整理压平，再放冰箱冷藏。最外面还得包一层巧克力皮，天热巧克力牛奶有点化了，所以我又加了一把黑巧，把它隔水融化就好了。把已经定型的坚果糖切块，冷藏后比较好切，常温下吃的话就会有拉丝感了。现在给坚果糖裹上一层巧克力外衣，再拿去冷藏定型，没几分钟就凝固了。看着小身段，猜到是什么了吗？里面坚果，外面巧克力，这么高能，一定能让它瞬间激活能量了吧？哎呀，赶紧包起来，我得赶紧过去了。来来来，儿子，赶紧保护你的体力。瞬间有能量了，看我怎么灭你！你那能量棒哪买的？他也要。哎，你妈的什么做不出来？还好我和你爸提前买好了材料，分开购买能多捋一捋羊毛，我可真会过日子。这么多食材做的能量棒，那必须是最厉害的，而且比买的划算多了，省钱好物有惊喜。是不是还有一节？再来一个。好，我把它打个四脚朝天。后脑过来吧。哎呦，我都快烦死了，我妈什么零食都不让我买啊，这么可怜，每次都能第一时间来阻拦我，然后自己做。那不是很好吗？好什么好呀，不想吃买的。我有个好主意。什么？爸，我们要去买零食了。哎，买什么零食啊？哎，不对，哎，回去。不就是巧克力吗？你做。哼，这料你也做不出来。一块钱买个屁，不就是个 M 豆吗？不就是巧克力外面裹个糖衣和颜色吗？我分析巧克力是有粉感的，研究了配料表，这几种应该差不多，比例自然是没有的，所以这个配方是我猜的。 M 豆的粉感是加了奶粉，但是加多少一点一点试吧，这个质感貌似差不多，模具实在买不到更小的了，只能做成大圆球了。
自己做，咱就是这么豪横，再做一本中间加坚果的，现在可以拿去冷冻定型了，很简单嘛。冻好的巧克力一颗就都下来了，把两半再点点巧克力粘起来，这是小酒版的 M 大豆，全部搞定，准备做第二层脆糖。我寻思着这应该是个糖霜吧，蛋白加糖粉打成细腻雪白的样子，考虑到要裹巧克力，要不再搞细点，这差不多了。摆巧克力到晾晒架上，我这买了很久的喷砂枪终于派上用场了，这喷到表面应该会很均匀了吧。这喷的什么鬼，算了，要不淋面吧。哎，这样好像均匀多了，等晾干再淋一遍，希望两遍能光滑。然而底部怎么办，要不再淋一遍吧，盖住底部。怎么成这个熊样了，但是泡面看着有几分相似了，但是怎么搞这个外壳啊。咦，翻车了。你知道吗，肯定做不出来。就别浪费食材了，我直接买去不就得了吗。我牛都吹出去了，这个怎么办呀。王花琴注意写，给我喝。作业写完啦？小意思。哎呀，太辛苦了，我得去奖励自己，给我买个雪饼去。哎，还个钱干嘛呀？看我给你分享一个一分钟雪饼。雪饼我可是有一个自创的小秘诀，冰箱里的汤圆放分散点，放微波炉，控制好时间，就是简易版的雪饼啊，还是个自带夹心的雪饼呢。王小琴，你要的雪饼做好了。哇，这么快，这是雪饼吗？嘿，这倒是，你这是怎么说这啊？汤圆啊。你这也太糊弄我了吧。给我重做，你给我重做。挺好吃的呀，这不跟雪饼一样吗？那行吧，那就来个正式版，家里自制的应该叫米饼吧。泡好的米一搓就烂了，然后用料理机给它打成米浆，再用细纱布过滤一下。这个米浆可以留着做肠粉，咱需要的是这个渣，当然还得加点粉类调个味儿，揉成一个粉面团，再擀成一个3毫米的薄片，找个跟雪饼差不多大小的模具，抠成一个个圆。我打算先用烤箱烤一批，这个过程让我想起了膨胀的豆皮儿。我设置的这个时间烤出来，外皮是脆的，哎，膨胀的好像不太均匀。里面是糯糯的，也是蛮好吃的嘛，还烤了一批小花花。其实正确的方式啊，应该是用微波炉，为了受热均匀，就是需要一个一个来，有点费劲，不过成品很像了。雪饼上面还有个糖霜，上面不规则的点，用这个应该可以吧。这个啊是小酒版的米雪饼，虽然不同于卖的，但是米香味十足啊。王浩奇，你的雪饼做好了。做这么久，这次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但是感觉那个汤圆版的更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假如年夜饭由我做主的话，我才不想吃大人喜欢吃那些菜呢。我想吃鸡鸭鱼肉鸭的话，烤鸭。我妈可是能做出饭店那种酥而不腻的脆皮烤鸭。鱼的话，我想得是那种饭店新鲜的三文鱼刺身，不要蒸的，不要煎的，就要原汁原味的，而且要放在冰上能冒仙气的那种。肉的话，我想吃江城千家那种大战斧牛排，上次我妈去都没带我，那鲜嫩多汁的，我已经馋很久了。我妈肯定能做出牛排店的味。说到牛排，百吃不厌惠灵顿，过年嘛，得搞一整条菲力来做，太长的话可以用我家铁板煎，这拉网酥皮一盖，老酷了。这烤出来金黄的一长溜，像一条龙，酥皮切开，里面的肉好嫩。哦，对了，我一定得要全熟。菠菜。哎，田馥罗，这各种颜色的蔬菜再裹那种泡泡面浆，这么一炸，啥蔬菜我都爱吃了。还缺啥？哦，对了，还有甜品，怎么能错过大红的草莓塔呢？过年嘛，得把四种口味都集齐了。听说外面买得200多一个呢，我妈的手艺肯定不比外面的差。好像还缺个主食，没有哪个小孩能拒绝铁板上滋滋啦的香喷喷的炒饭。而且啊，我们不要做茶几，我们要做大桌。王小琪，王小琪，啊，走啊，开饭了。哦，你看小朋友们都等你好久了。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！等你，哎，哇，不是吧？我这不是在做梦？这不就是我梦想中的年夜饭吗？干杯！